家家有好事，马上国家来主席。大家好，我是泽伟。大家好，我是云云。喂，喂，喂 ，Hello， 云云在吗？嘿，嘘，是上帝喂，我俩当妻子。冇个气质，嗯，你也讲冇个，哎呦，不骨法哦。当然啦，我现在很有气质，冇吵啊，世上得。好啦，冇买事情，好买不骨法啦。冇啊，我想讲哦，做美食研究的美食吼，唔但只系研究家，还要到世界各国去食。法国咧又系美食之都嘛，我就想讲哇，赶快学一些法文，做得去法国的时间哦。是懂好食的东西，我强到一位主厨，伊系对咧系法国嘅兰台川烫，好多东西进来嘅，主播你写好吗？很强，嘿，我是开下我们问候，好好好，这样你写好，哎，你来分享你系主厨哦，林创顺主厨，好，林主厨，哇哦，文具，文具，沙发，哦。娘不安，哎呦，娘不安，哎，那很忙喽。哎，我也要，我也要吃东西呀，好吗？哎呦，哎，用法国话弄，安尼客家乡亲朋友问候一下。OK， Bonjour， 萨瓦，就是抢先令，两位主持人，还有安尼观众朋友，大家好。做法国传统人就无强样，去戏剧当好，有冇？讲法咪无强样。不过试一问一下，有冇有机会吼？某个时间开始对料理有兴趣？我从细就好吃好做啦，就五年前到法国的兰黛学人去学料理老甜点，三年前转来苗栗，这样做一个西餐堂来做安尼个传统的客家农业。亚法式料理，对吧？哦，你还讲爱滴嘞？来看一下，哎呀，住处，哎呀，九十度啊！牛板牛板，哎，你们看新闻哦，他煮的东西总统美食，哎呦，金碧总统级的料理呢！古早讲金碧爱抢住处来煮几套，当有米西的法式料理，冇问题，好冇，好，我们继续开始做咯，做得做得。剃头会做乜嘅？人哋前面做个剃刀，系咧温鸡沙拉、绍兴奶油酱。嗯，等下，绍兴哦。嘿，传统诶法式技法，人哋在地食材，佮做迄法式料理。哦。古时候老鸭绍兴酒，用热人哋条鸭鸡肉鸭沙拉底包吼，还有昆布柴鱼酱。做出很道地的在地的食材，然后法式的，以后是嘞也前菜。给按你谈起来吼，法式爱滴，法式的酱料当中也有，给它灵魂，系给它灵魂吼。古时候讲，给你准备的，给乡朋友嘛吼，给乡朋友，还有，过安尼的要做两道要加个酱汁。哦第一个是亚绍兴奶油酱哦，亚绍兴，然后清传统的，过亚 cream， 亚 butter， 过伊然后亚用鸡高汤去熬亚昆布，去冲到亚柴鱼，后边加然后的亚调油哈，去熬两种酱汁，点到亚鸡胸脯肉蛋。哦啊，旁边张安尼的鸡高汤去啊，青菜沙拉搭配，哇，感觉爽，那感不只是清爽，我觉得非常的高级。好，先开始来做，先来做鸡肉好诶，好，看到鸡肉哈，当切片，煮出来示范一下哈，鸡肉板处理基本嘅主食材哈，鸡胸脯肉，它要一袋鸡胸脯肉，还做在做三袋，好，各位安尼就牢记。用整形，嘿，用老去塑形啦，吼，用变保鲜膜老去缝起来，以后就变样，啊，就老去像伊竹笋样啊，嘿嘿嘿，过然就变滚水底包去整是八分钟，过然你要做先变，好，先变，好，给伊拿到旁边先整好嘞，哈，生意哦，好，哎，那整是八分钟哦，哈，给熊朋友，过一下我做一下两个它的酱汁，哎，先做嘛个酱汁。昆布柴鱼酱，先从要压昆布吼，还要去清鲜，要泡两点钟。哎，泡两点钟再有按酱。四十分钟以后啦，好，按泡以后去过去本去滚了以后吼，它要个差不多两点钟以后，给它压昆布的精华，然后那个甜味，还有它自然的那个胶质全部就会融入到高汤底部，这样冲到压那个
压个柴鱼片底块。你哈贴片咧，迄讲师傅讲叫伊先别滚，对，滚以后冰落去下再拿出来，对对对。但你应该同时，应该做在同时哈。也绍兴奶油酱，同样也要滚啊，还去滚去。好，啊，什么难必少，对吗？好，你要做天一种的酱汁哦，哈。也还连到也给熊脯肉蛋糕。好，给你滚的，好吗？对，滚的以后不要买该。它两，两点钟以后。两点钟以后。重多等一下，柴鱼度。哇，好开心哦！跟来就标到旁边，避凉一下，让它柴鱼的味道会出来。对，一般地步，一般地步卡做咩很容易哈。嘿，给它步骤哈，至少是熬酱汁而已的时间。嘿嘿，一无特别的某个技巧，就一个时间。呀，绍兴奶油酱，好，你为啥还没给煮嘞？哈，肯定要烧红酒。哎，你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哦，烧红酒，一下，嗯，火啊。有一点芒，比张威，好来先开火，嘿，哎芒哈，一点芒，嘿，不加烧红酒，张威，我香我出来，哎，我还好奇讲，你做嘛想要先用烧红酒？我会先压烧红酒，吃到它有一点点东方的东西，但是可以提升它的质感。跟你有吃过用配什么？譬如讲米酒啊，你还有吃过？有，一咩？我看伊。嘛个食材地块，搭不搭配？像诶，前面可能搭咩？我做到个猪肉，诶，猪肉一滴滴米酒去，然后诶腌制一下，个米头出木。放一下，烧完就慢慢出来。有。好，绍兴奶油酱同样，佮做诶，后背等佮温热的时候，哈，佮米丝才会出来啊。出来。诶，真紧呢，吃法国菜就是酱汁当中要。嘿，超。好，奶油。奶油，你爱嘛个奶油？要。法国的奶油，当然嘿，一下有点室温，嘿，没办法哈。它用奶油，落去，很硬的，是看得会打落去这样，唔会按脚融化。嗯，然后而且比这么油水分离。嘿，好，顽固要打包个出来。啊，记得哦，师傅一直强调哈，给温度啊，在背后，时间在背后，冇个油水分离。嗯，我等于讲给奶油空样哈，唔去打落去的时候哈。叫一定去清火啦，喺冇嘅花吼，唔见加落去，佢打落去，嗯，唔做得人嘅天数嘛，做得，减落去吓，对，天天嚟减系冇，哇，我好开心哦，跟人家主厨一起合作，而且你做法式料理耶，系啊，啊你做得冇？做得，啊，师傅系金牙医师诶，他一定要有点硬度，然后他人家嘅绍兴酒吼，佢少少咩？小小老几黑咖喱呀奶油啊一加热一直融化的大不老几可不买 成一个酱汁对因为就不会融合在一起了甚至你用鸡蛋啊齁加那个奶油齁打进去之后不给乳化哦给你否是最 safe 知道呗对你只要有滚齁然后就不滚起冲掉一下奶油就大老几然后后背你张清加一些的盐胡椒来调味就行了。哦，好。你要加吗？你还不是哈？就保梅啦。对，保梅。就往天一抹做货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就可以了。呀，烧成就老个呀，奶油还有 cream 的味道出来了之后，刚才要不要加一点的盐胡椒了？好。先加盐。啊，一点点。好了，你刚停就停了哈。好。好。胡椒。哎，胡椒。好 ，OK。啊，出来以后，锅就都在离火。哦。锅应该还要给昆布柴鱼酱。嘿，来。要静置的时间差不多嘞。嘿。给水。好，加个15分钟，变好一个哈，那柴鱼高汤，15分钟，因为柴鱼的味道出来了。古手工再把过滤一下，回来这个锅子。我们要再做另外一个酱汁，酱汁加昆布柴鱼酱，你看这上一下挑油哈，两汤匙，差不多两汤匙哦，莫太咸哦，有点上色，可以跟米汤差不多的，还有酱油的香哈，香米过出本给滚，好，滚以后 ，and help by 啊本给稠化哈，哦，再更滚，先烧差不多半点钟以上，好，半点钟以上，对，因为啊师傅哈有做好诶，半点钟稠化以后变呢，好。
我也做嘅同时，人家做嚟打，也嘅香盘肉差唔多咩整好嘅，然后嚟盛盘咧。好，加下你整十八分钟拿出来嘅系啲啊，嘅香盘肉哈，冻浆哦定型了，好。那你做出来，你阿师傅开始做呢沙拉，对，开始盛盘，都会来，呀，哦，直接芦笋哈，一般俺这里用个曼多林啦，嘿，好，我当泡枪人个籽也做得，我用人家给刨刀去来，来都泡泡个，啊，泡泡个，人去。去烫几下哈，吼，就枪也很可以透光。嘿，当然，当然，人家一般的刨刀，佮可能还也冇讲一天都得多浸泡啦。嘿，好，就差唔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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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两片。太泡，好，吃起来没有口感。然后我们做到的这个也空腰节瓜没空腰，好，人家都一般，人用个来的话，可能会挡太多。嘿，我要做的用多的去削。嘿，嘿，也当然就人也贵。规块就较太皮，嗯，然后就得来一片，细也做得，好，很紧密，就示范本大家看一下啊。一般人家刨刀，它可以做出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嘿，挑米，对，像佮了出去的时候哈，爱爱的东西，佮规格全部重要，唔会讲，等于讲爱爱。暗藏一啲用地藏住，做暗藏。好，唔好讲阿姨，你藏一啲短。好，最深的度厚。一盘出来底部就给它各两，各两片。好，中央几老给它藏住中央，以后人家高汤滚呢，一定得养发。好，刚刚你给鸡的高汤哈，一定养发，一定辅佐。好。一般人通要青菜哈，然后看一下食材，胡萝卜较粉，然后先下磨大，对，等下落菜咯，系落菜做个，那我人家就有切好呀，嘿，樱桃萝卜，嘿，同样好，一个，人家盛盘，好，拿盘子哈，拿盘的时间呢，我家本太家看一下，师傅做的那个一只姜哈。一定要这个，不能让它油水分离。对对对。古时候讲，人家用小水比浸嘞，哈 ，DDRV， 做得拿出来冇？做得，做得哈。本太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刚才的酱汁。师傅俩都马加姜。烧咸。嘿，烧咸奶油酱。好。佮伊汤诶，差不多有半分钟的时间，然后下下节瓜老给芦笋。芦笋。嗯。好。一般像法式料理老。你喺度客家菜切毛孔样嘅地方，记得真件少盐少盐，系真件，因为要嗰件冇人惊，系，佢要锅要盖嘅嗬，盖盖起来做唔系，我太惊。那么像道哥，我们吃法国菜的时候，我们很注重那个气氛啊顺序，知道吗？嗯，我张提供煮法国菜没有几当中一位顺序，嗯，好，相关诶你煮俩。汤俩抢出来就好哈，好，人家准备的东西全部好诶，好，干人家开始做来盛盘，好，师傅，你用哪个准备的还做嘛该诶？诶，打恩淋恩的鸡肉。哦，爱滴啦，淋上去煮，唔要讲，爱盘的度啊，又看起来有滴卤卤糊糊哈，有滴咧，啊，看起来好色香哈，香里香，哦，好厉害哦，可以再一次吗？好好看。有谁变起色了？无啊，就有。来呀来呀来呀！剑嘞吼，来呀！不是，人去剑嘞，要转落去，记住剑起来。嘿嘿嘿，啊好起啦，好起啦，好亮眼哦。唔系啦，也简单，像也主持人一个，啊看嘞按多吼。这两年时间，讲正经啦，你这边好有艰苦嘛。虽然讲去做一家好的料理，厨房做学生的当然咯。底摆水里来火里去，厨房底摆有诶落刀，有诶有啦吼，刮刀、烫刀，嘛个东西。我后摆加下也红卷、绿卷、生菜沙拉，我们要做好一下那个油醋酱汁1:3的比例。好，1:3的比例，1:3的比例哈，嗯，对的，就调它的沙拉。直接调了底摆度，调到沙拉，好，好，同样底摆一样，嘿，做做哦，做做啊，好。伊咧就后摆吼摆盘一葱腰啦，当葱腰，当葱腰，伊咧就
菜做好以后，用个本机看起越酱越好吃。当然，哦，樱桃萝卜，嘿，伊呀樱桃萝卜同样也旁边那呀缝缝的哈，酱，哎，你的同样 piece 哈，你做的是哎，你的呀青葱油的呀几种不用，好，好呀，你呀同样18分钟以后，嘿，呀收过，哎，你不用下来，你用哎，你的呀嘿，绍兴奶油酱，嘿，就他给他扒上去，走，好，然后去电工厂做三副样的，嘿，好，绍兴奶油酱，嘿，人家就挖爽，有冇？就像用挖爽一条有它的这个头发纹，然后后背人家吃下就摆到人家，哇，去压蛋糕卵，好，后背放下酱汁，青葱艺术品诶，真劲很强哦，按赞得会猜哈，呛住楚龙，太敢讲，我呛太敢什么该？也偷菜嘿，人家的温鸡沙拉佐绍兴奶油酱 ，Moon of Beauty。一薄薄到几规则嘅烂铁咧，人哋要撞到呀细缝，哦，过来让你搓，哎呀搓，盛盘的时候要做成块，一般开始有用到诶，很多其他肉豆蔻很适合肉类的料理，就用扁桃，帮你上色，等一下，洋葱，大蒜苗，我该唔好去打结，帮你封，几多酱？三点钟，三点钟。好，要很优雅，这个色哈。Bona Beach 啊，很好色了，要客家有吗？我老都讲，那鸡肉啊，莫杯温度的绍兴的酱汁以外，我就想讲底杯用我有咩事？哎，冇呢，我觉得它那个渗透压很厉害。然后给底背度啊，给熊朋友啊，其实吃起来唔会涩的，其实还蛮扎实的吼。嘿，虽然也系介熊朋友，不过可能因为你家嘅 sauce 啊，蒜，按搭配你嘅肉质，食起来就会慢慢熬，佮佮汤汁，还有佮佮梅托就会慢慢熬出来。系啊，还有用鸡汤，去沙贝。加到个沙拉，对，好不一样哦，感觉我现在走在法国的街头，清清爽爽，嘿，清清爽爽，然后凉风吹来，主厨，给沙拉哎，哎，你还什么改嘞？叫好人的是红酒四方风做鸭个怪石酱汁，等，西方风，你刚刚绍兴已经让我吓到了，枪硬客家个空肉，空肉还炖东西，哎呦。好期待啊！不是，我们不能太夸张。好，好，沙来，有眼。嘿呀，哥哥来看一下喽。好。讲到西凤凤哈，就讲到客家的凤肉没哈？哦，刚来团炒的哈。法国料理有凤肉，哥哥来做哈。那个要到红酒四方风呀，做呀怪奇的酱汁哈。哎，那个激烈的特别的呀凤肉。无加任何调油，用红酒去做，做红肉嘛，对，红肉配红酒嘛，哦，安尼概念，佮你啊开始做诶吼，安尼就一下要来做诶，加带下底杯，安尼啊黄甜椒，然后加皮吼，薄片，嘿，过安尼就切大块，然后去蒸，包括一下安尼做酱汁，好，也安尼就客家怪食，好，过安尼就也买诶紫苏梅，一般安尼盛盘的时候做成块。有点慕斯，很蓬松的感觉。Queen 下去熬，不管是甜点要料理底杯哈 ，Queen 是最基底。就像 a n 的 Apple 皮又泡泡，就要大豆软磷脂。然后要做慕斯，一定要 Queen， 没有 Queen 给出某发突。过 Anna 的要怪西，过要酱汁，要妈妈去给卤诶，要给买紫苏梅，你就下去熬，要同时慢慢的 Apple 皮 C4 哈，一薄。
葡萄枝规则变烂掉的，今日做浸枝嘛？对，最后落去浸，哦，慢慢的剥。哦，你了了去浸浸的，佮煮煮慢慢的去剥，以后人家煮来做，人家就要煮酱，哦，煮肉，先呢要煮肉，来先要夹心肉。唔偷咧吼，真个同酱个了得。嘿，创一般的话，记得要发关于咩看毛色，毛色皮啦吼。哦，人家就要哈，老去切大块大丁。好哦。哦，因为要炖咪吼，做唔得特色的哦。对。莫得去揪起来一番吼，就会特色都冇样。标好诶，你做标一下底牌。好。不加，安尼就要米酒。好。哦，来卤鸡啊。卤鸡。卤一下哦，米酒。哎，过安尼要酸甜。过后边安尼就一般开始有用到的，很多其他肉豆蔻很适合肉类的料理。讲到肉豆蔻。肉豆蔻，出枪安尼就要南洋风味。好，猪脑鸡。好。好。摸一下哦。切片嘅香梅。就是专门适合做肉肉的啦。哦，肉类。腌制几日的，买几年几日供养。嘿。你冇一啲咧，佢会放下一啲嘅盐巴。好，一个香料之后就系枸杞哦，系冇。先烧汤落去卤下，肉都好好，也先腌制佢，好做得做得好。咁就本地先，不如卤一下，卤一下，卤一啲，差唔多半点钟、一点钟嘅时间哈。好，嗯，打我嚟炖几下下煮，咖啡有米丝，米丝唔好讲系肉生生。一下嚟做，等下人哋就会配菜，要炖落去，也洋葱，就切。大块，因为佮剥落去吼。哦。葱条了，佮切太低。葱苗。按你讲起个正营法规人吼，很讲究吃吼。迄个冇用，迄夹心肉有其他嘅部位做得用冇？有啊，像你都客家人喜欢食皮嘅三层肉。三层肉，你系乜嘅？亚洲几条都百里香，有时候了导演黑毛黑毛去，也该亚白吼，人做鬼皮的，鬼皮啦吼，鬼皮的标了以后，把人张拿去了就做得了。然后一般炖加下可能个切的两条，两条就好了。铁铸锅来捞，然后先来做人家红肉。好，麻烦一下哈，要旁边先炖啦哈。做得好。做得开太火一点点嘛。好，一定要清，就用扁桃，本去上色。记住，秘密的火，扁桃先落去。嘿，本去我开始要用。好，等佮个焦糖化的时候，然后来准备，然后大家空下配菜吼，也挑个老鸭，佮韭菜花。更先切好个啦。嘿，记得去中央挑个有冇？嗯，记得就冇做挑夫的东西。冇嘛吼。哦，一般，然后就用。人家就呀，鲜荷呀，挑管就切成丁，挑管然后留起韭菜花，姜虾，姜虾，哇，切成丁，然后人家就做个碎瓣的空腔啦，然后切成丁去爆香，加落去人家的猪肉底白哈，有滴嘞，人家就客家小炒的味。姜姜哦，挑管哈，切丁哈，好，以后挑管姜姜，人家就呀。煮来切，然后炒几下哈，也要先劈，嘿，劈，过个挑管没空样啊，你莫劈吼，边啦，莫咪，莫咪嘿，过一边放那个炉火哦，有一点嘞转火，所以开太火一点点。好，像这个一点差不多春面半点钟以后，那我们现在就给它过滤，然后压干。然后就可以做成我们的这个紫苏梅酱汁，再让它去稠化，再分给再博他们五分钟。好，好，然后现在这个一点就是要这种有点上色又不会焦掉。那现在可以大火了。哦，等佮用诶，天天用诶，没有焦掉的时候大火。伊咧就像炖东西啊，安尼就有时炒东西，长出来带下个就有一点没出火啦。那个色哈，还几点？哦，你色啦，色好。Four 做的本地开色一点嘞。这个哈色的。肉，一下啊下来吗？肉啊下来。肉你啊下去咯。肉就下来。哇！加卤锅的肉哈下去诶。下去。冇放那个油哦，全部冇。师傅的意思讲，你要先上色。对。鸡肋的某条油，但是有那个味道跟颜色，很简单，就是说，它就是用焦糖化，给它出来一下猪肉，给空腔老人家的，它
如何会让抗肉去抗养？嗯，啊，有一个颜色太阳型了哈。哇，青酱哎，好漂亮哦。嗯，好，那至少它已经上酱色了之后，给它这个锅底，我们就先要什么炒我们的这些酱料，待会要像下去的。好，第一个我这个蒜头，我先下去给它煸一下。蒜头上到哪去？就是我们整个要开始卤要腌，然后这个卤这个肉了。一般给烈的，这个比较烈的就是他们的 brandy 哦，那个白兰地。白兰地，哇！然后红酒，红酒。好，好，底下本底底下这个锅底对，整个起来了之后，这个不用抹干。然后我们现在肉下来了，肉下去。你都可以想念给明星耶，懂想念。嗯，好。然后那个要洋葱，洋葱，要大蒜苗。哇，酸呢？酸的。过来要加一下另外几碟的炖东西，听我加百里香。嘿，加龙子拿出来百里香哦。好，不要太多，那个要炖烫多，给煮烫人家煮东西，人家煲东西。稍微有它的大概到一半三分之二就好了，至少要腌过肉吧，差不多一半，就是不要盖过三分之一，不要整个腌掉，不能全部。对，然后先给它大火，太火，滚了以后，甜乖，就我乖唔好去打佢，本地风，第二件，三点钟时间，三点钟好，甜乖咯。三点钟过后，我们再来做后面的动作。莫再快，三点钟。哇，三点钟呢？之前那个亚洲怪蟹酱汁，神农泰哦，对对对，怪蟹酱汁，还有刚刚英英哈，用你果汁机打好一个很多黄甜椒，因为要少少啦哈。对对。故说讲用少水必炖呢，还有加你。差不多煮半点钟油哦。对，好，你做怪蟹酱汁，能用半钟。人家怪蟹酱汁，可以用一下其他热酱汁，人家两种都要西凤。好，重的点水，嘿，好，然后这看起来就好厉害哦。哦，对，还让你冲，哎呀，冲，嘿，冲。它冲干以后有小水哈，给小水，然后给点点去，唔怕，按点点，点点，它就是不要超，就要温热着，不要超过60度，我给留起小捞去，然后炒豆干，然后韭菜花。那我们现在给它都炒出来，一天用橄榄油，嘿，后边就加一滴滴的也 butter， 不用奶油。嗯，师傅，你现在给 butter 嘿有盐嘅冇？无盐。无盐。嗯。然后把你要做麻个全部，用切个上来调味。你较好啦，安还站得到。还讲吃起来有放调味的，等下唔多好。中央有点的上色，然后火不要太大。有点擦擦诶。擦擦下去煸了之后，那个要韭菜花才下来。开火起锅前，我再给它调味一下。因为盐吼，它其实会软化的。好，最后一样，人家韭菜花，赶紧出水。炒汤锅球啊，变薄。嘿，那可以给我一点点那个，对，盐胡椒。好，我来了。我们当专业大厨，我来了。做对吗？可以。好，一点点胡椒。好，就是很简单。我们现在炒好了。哎，你做哎。嘿，安尼好不好？做来盛。哇，快死了。你的空用大回来了，好，这个酱汁也热好了，我们就把它放旁边，好，一层一层把我们的成品，然后来了，好，人家还是咯，人家的要第一道底包，人家红酒四方空走要怪起酱汁，好，带下青椒，人家加种诶，也给黄甜椒泥，嘿，黄甜椒泥，好，还有最带下个橙呀。就是说，它颜色很漂亮。炒啊，最后面第二层。哦，听一层。人家都要。所以加炒的豆腐干，然后韭菜花，第三层哦。哇！好，完了之后，人家都要主角要下加。先不用上去。红酒的四方风，不用上了。哇！要不人家都要 pass 你。师傅，你想了到东西嘅偏要啊，还有几个每套嘅时间，对，每天拿通哦。
其实做料理，你怎么样好看好吃？真给出欢喜耶！你得去看到有喜欢都做出来，你都厨房里边越想越快乐。对呀，啊，这个做人家客家橘子酱，记得酱，记得酱。然后刚刚我们这个是它的，也是主角，我们的这个紫苏啊，还上一给怪蟹酱汁，然后就铺在上面，再倒出人家德维亚凤酒西凤凤做怪蟹酱汁。哦，安叫哦，来试了。是羊肉，你当然煮吃都一样。一道功夫菜，如果有上面的地方，煮起筋膜，那羊切成一段。好，石螺，迷迭香，百里香，奥利冈啦，奥利冈。嗯，啊，扁桃，各位呀，啊，激动到上香料哦。OK， 三点钟给我过后转了，你要吃羊膝骨。像用法文不是都有那种声音，你怎么笑？跳脸跳改伤。对啊，我想讲客家语，那妈看唔识，你咧讲嘛，该冇讲法文咧？哎，你客家法文那个像用。好。哦，真劲炖到烂烂诶！入口即化，各位很后背，你煮一汤匙。用清代下黄甜椒，然后要挑管肉过呀，可以慕斯用下一后食落去，看有嘛个唔同样的地方。好高级的料理哦！用法式的技法，用老人家的客家的传统菜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它，还像亚美黑新的法式料理。真的，我现在在香榭大道，这样子跑，跑。好，哎呀，我老公讲，说到跑，应该切条爱好哦。正言切条，讲到法国的料理来讲，我妈讲不是羊肉而已，唔讲我对羊膝情有独钟。可能因为爱切条冇，吃脑补脑，吃羊膝肚，对，补羊膝，对，杀来做做咯吼。来做呀，法式炖呀，羊切条。哎呦，继续来看一下。好，今天来做法式炖羊膝吼，我还讲是羊肉的人吼，他讲米丝啦。不过，我看到你准备按都按好的料，我想一定非常能够代表法式的料理哈。羊膝是一定要的哈。对，羊切条。羊切条真的冻僵呢。一炖起来吼，就唔要有个的香米啦。嘿，唔要有香米哈。我那底背记得要加当多的香料。嘿。一地中海沿岸的一条香料，奥勒冈啦，奥勒冈石螺啦，呀迷迭香啦，呀百里香，好，甚至记得用呀个巴萨米克醋，还有呀个帕酒。去到去炝锅，诶，喜欢食羊肉的人当然就吃到一道功夫菜。唔光系看到有当铁皮的东西，吼，比如讲裂裂海马嘅东西，也就然后用西米露，慢慢的吼，用细火去到去薄，薄到有一点颗粒，然后薄薄的一层，你就铺在烤盘上，用6-12的时间去烤两日的时间，两日时间去出来吼，就按薄薄的，过完后边然后出菜的时候。用180度的油温去泡哦，三十秒的时间起来一点盐胡椒撒盐下去，就像很健康的虾饼。哎，功夫老时间呢，做出来算容易。哎呦，其实当健康哈，呀，西米露脆片，嘿，含油，还有一种东西，嘿，师傅哦，主厨帮我们准备，哎，那来做成像人家手风琴，这就是一道很有名的风琴马铃薯，然后给用筷的哈，两片，笃定的，
过刀位去切切切得空样空样，冇切团哦，冇团，你咩带下，按快点点，故说冇团，按切过去剖出来是像开花样啊，然后后边按张淋上，按那呀卡达去酱汁哈，过海苔粉去捞给盛盘。等一下。摆盘就这么精彩了，主食才一定更精彩。来，开始走。好，那梯咧，当然要蒜头、葱要捞起去剥，好捞起砍砍过。福建法国料理啊，吼，有乜个无关的地方，无伫台湾做？还好呢，就那都在地的食材当中做得用的多的吼，无简单讲，那都法国的东西就一天特别好，那个做原装进口来，可能那都就。看看某个，谢谢，这就是我要的答案，好开心。你有再低的食材，我吃到你就要用一亚法式的料理底包，嘿，没空用，做出某空用老安那的法国底料的再低的，以为要新鲜的香槟的，因为水果露菜哈，系啊，底料的水果某安那台湾水果安好吃啦，一听某安好吃啦，可能可以有冻酱哦。那蔬菜处理它的，因为还要来处理呀肉类，如果有香味的地方，煮起也给筋膜哦，真紧哦，哈，油筋薄啊，去规则来煮，一天要去撩，一天要撩去，用的加个鲜味加油脂哈，十分的重，差不多的，那个要用切条。处理好诶，个人咧开始，或者料理起，好，个人一下用滴滴盐，手起吓，哎，手起，哦，爱料起做是吧？好，拉嘛，做得，一般通常去啊腌制起加诶，可能咪会加一滴迷迭香，好，一滴迷迭香，当然通常啊下补起加一滴个百里香，好，本起通常大下你看。希望的哈，啊油冇唔是啊哈，佢冇，佢出家油边冇出来，啊边冇一滴滴，一滴滴橄榄油。佢冇像 Andy， 我们以食材界有一概念嘛哈，比如讲 Andy 爹煮，出家煮牛也蛮一滴，但是就是不要多啦，嘿，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先，好，嘿，包括嘿蛇尾，用肉边下去，一方面呢，必锁住它里面的肉汁哈。这有一点点，就像那的煎牛排一样，油把它封下去，炙烧下去。嘿嘿嘿，这个第一个步骤的时候，先将那的一把煎一遍，煎一遍，油是给肉，给出水的，那温度都会高的，然后就让它变好了。就是像煎东西，不管煎什么，一般你都得用水按去淋的，但是你那个如果变转来的时候，要带它已经上色了。哦，这样子，还磨一泡吼，佮要紧出水，我紧出水，出水退以后，你给压肉汁，然后那个就跑掉了。对，牛排有冇？你如果没有让它再静置，一切开来，给肉汁就流退嘞，它不会回温到它的组织底部去。哎，原则上我们四面都要给它恰恰，给它煎上色。完了之后起锅，我们现在准备我们的蔬菜。好，中央剔咧，安尼就压蒜头先来剥。就加几滴木头嘅小土老油哈。蒜头，先剥，沙来剥嘛该。安尼又压洋葱，全部。对。洋葱要剥下去耶。然后它最主要这个部分，佮用压个巴沙米克醋去呛它。巴沙米克醋。对，你啊种吃台湾买也多冇？有，你啊他全部当做马个法式的意大利，给你只吃的特色系马个？最常人咧就选吃，人咧用外国人用的，你马个？西糖匙，呀，西糖匙，那，人咧就用糯米醋马个醋去烹调，其实就惯用的啦。对，好，给你啊干马个？呀，红糖，蜂蜜，好。它自然的甜味，不说人家就加糖都黑，不管蔬菜的甜味、食物的甜味，轻量没用发酵的，要甜盐，给那个味素、味精，对身体冇好，甜分呐，对，你讲甜分了哈，好，沙拉不要嘛该，我人家都做炒，人家要tomato，好 ，tomato 下去，不用白酒来呛，白酒。因为爱炖啊，所以菜唔是切到幼幼哈，太得就好嘞。然后呀 ，tomato， 有去加给释放出来，加给红
那茄红素，茄红素，还有它自然的那个酸味，嘿，哎，就吃也唔会安那个，嗯，对。好，安尼炒牛丸咯，牛丸，不用了，煮铁锅，哎，煮铁锅不能煮水位哈。好，好，赶紧来，过一下，关火，关火，好，安尼用石头你来，好，香料，嘿，加几少位香料哈，一样一样标，石螺，石螺，你看一下，你那炖几多位分量？看几家？哎，过一下可以迷迭香，嗯，百里香，百里香，好。还有这个，就给奥利冈了，奥利冈。啊，扁桃，扁桃。各位呀，啊，激动到上香料哦。哎，各位，你得喝杯呀水。好，香料。水差不多，我记得。因为呀，用石头按太极，按那规则的，他们至少要有盖过他一半以上。那么，再加一点点。好，各位。好，安尼安尼水吼，爱腌过安尼食材吼，安尼刚刚好，然后一样就大火滚了之后，嘿，加一下，甜粿耶，甜粿耶，好哦，加出第二滚，好，好冇 ，OK， 来说，我哋来要准备的料理，唔免讲一下一来点好来做会出，当然，我哋炖东西，它就是要时间，要做一个配菜，可能做一几回时间，嘿呀，不少讲，睇下如果哇，法国人吃饭都很长哎，叫当时要叫点，有时。像一下忙暗八点十多半夜生意点都有哈，天天的是猪头生意点十多暗不头六点，真紧的。好，你要滚的哈，對對對差不多的哈。跟你甜粿，好，等佮慢慢炖三点钟的时间。好，甜粿咯，妈妈，三点钟给我过好转了。你要是羊西骨，莫这样。三点钟。哇！像一下炖一下用切头啊哈，像一下用三点钟过后，一下骨头揪入去，一肉给揪落去以后，就代表一下软烂了。那我还要做个配菜，给底部，然后一下加工都做到一下风情马铃薯，然后一下腐剥的哈，然后收落去，奶油下来，哇！乔达 cheese 一样下来给它融化。乔达 cheese 用下去，用下去，嘿，淋到那里的风情马铃薯蛋糕。好，看上一下，那里慢慢的加落去的，已经看不到个乔达 cheese 的，差不多哈，就是加盐。对，加盐。那我给我一支汤匙可以吗？好，因为待会我们就要淋在我们的这个。按粥的吗？好，粥的，再一点点胡椒。好，白胡椒。好，好 ，OK， 粥的。好，现在我们这个 Queen 乔达起司要风情马铃薯的酱汁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火给它关掉。好，刚才那个要风情马铃薯，那我们现在就是给它淋上去。好，好，哇，完了之后我们就撒上这个海苔粉。好，好，中间撒上海苔粉。海苔粉。对，看有什么当季的蔬菜就出什么，然后把它铺在上面。好。马铃薯摆上来，要不然你用切条哈，盘得出好哈，盘得出好。一般我就会让它站起来，好，给带下骨头磨清脏，就是有损猪没有的话，我就用通常摆下来，好，搭配它的绿叶绿橄榄，好，绿橄榄，这个生菜沙拉，嘿，油醋酱去调好。这叫调哈，来这边，好，最后的话，它的灵魂就是它的酱汁，我们就很惬意的，好淋在上面，好，让它的精华，待会你吃的时候，哇，就是直接满满它的这个精华在上面，最后面我们健康自然的这个鸡母乳脆片来了，而且太搞事了，很嘛该，法式炖羊切条 ，Bon Appetit。
好吃哦。它的肉汁，你可以是煎，我觉得那个工序很重要。嗯，对。你要蒸起二十天，好师傅。慢慢的炖啦，慢慢的炖哈。将佮落啦。然后先用个是些黑毛鱼，温度个 sauce 一些，就是到个肉，吼，含可以个清甜。它另外再个是温个是酱的时间，是起来个肉是香个，是甜个。嗯，其实是法国料理，也可以吃得非常的亲民，知道吗？是讲英语啊。嗯。你上拜龙呀，刚要买个去法国买东西，要买鞋。佮用到非常嘅满意。佮你前期嘅是好食嘅法式料理。好。嗯。你看你用羊膝骨，好好吃哦。它的肉汁，你可以是煎的，我觉得那个工序很重要。嗯。你蒸起来要时间，好师傅。慢慢的炖啦，慢慢的炖哈。将佮落啦。然后先用嘅是些黑毛鱼，温度嘅 sauce 一些，就是到嘅肉。个肉质吼，含可以个清甜，含另外再个是温个是酱的时间，食起来个肉是香个，是甜个诶。嗯，我觉得要导正一下观念，其实是法国料理也可以吃得非常的亲民，知道吗？对呀，我讲，我有传统，虽然总统来食过，其实庶民文化来，我了传统诶，全部都是我贵宾。做嘛呀？嗯，我想唔系自由发色的料理啦，我想推广系一种生活态度。嘿，古种阿廖传堂底摆住很多，你只要愿意进来，我觉得人生难得奢华一次。应该讲，你赚再多钱，你也唔是去过法国，你也冇食过乜嘅东西。哎，有的时候徒留遗憾。古种阿廖阿三，我只有七十两只国家，好食好做好搞，说我不要让我的。娘诶，有嘛？迄个我梦做一刹拍咧，嘛个事情忙做好。我第二意思，就是把握当下。对对对，及时行乐啦，唔系还要去放纵呀，浪费。当然唔系，就是多去体验吧。嗯，还有啊，吃到诶，你伫法国料理底边都看到诶，出看林主厨诶，他会用利用在地的食材，很看到对食物的尊重，还有那个细心。诶，你看到系啦，吃到系啊。我咧就开传堂以后。我了厨房诶，也着内场外场，比如讲，就到偏乡小学，明显到偏乡小学也拜周围西拜，靠到底拜他采买什么东西，我们煮什么东西，像记得着很多来讲诶，四十啥以下也着学到吼，资源非常的少，也当多生人诶，迄隔代教养阿公阿妈都会带诶，有的是单亲家庭呢，一生人唔是拿过刀叉，不错，学到我们没有带，我们只是。像我不会懂得医生会义诊，那个美发师会去义检，我们就是义主，希望拓展吉列的视野，住在楚台奥川哈嘎川总会川以外，也有法式料理。哎哎，除了学习西餐礼仪，但都吉列的汉尼巴泰耶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转到故乡来，人家做嘛个东西对人家的家家乡有帮助哎，做人家的做来快乐，所以其实不是真的。简简单单啦，我觉得是小事。什么呢？冇啦，哈白这个来吼，各位乡亲朋友，你比啊有自然节目，非常的国际化嘛，吼。家师傅讲的当中有，唔系讲安尼是东西茶法，有上时是东西系嘛个，系本安尼型吼，有一种含无穷用的茶法的感觉。譬如讲，安尼住处土生人的型，用色彩的型，出去好。料理的心，还有嘛个转了载体，用个载体做国际化料理的心，好冇？当然要看国际化的节目，所以看安尼抢着时间播出的《家家有好事》。欢迎国家来主持，上来了，好吧？今日同欢喜来《家家有好事》节目来做菜，然后大家来分享，我喜欢做，喜欢食，我也很一般，我希望我自家更加认真，做得用。请较多的好的菜体的食材，运用法式的技法，然后因了客家的也料理，用一也提出新的菜色，提出来再来客家楼做你分享。